噔噔噔噔噔啦啦啦啦，从里面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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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动作太快，太注意表情的部分了。第一遍不知道节奏，伸展的这个度要再大一点，手用力太多，这个用力过度可能就是你能跳得好，但是看起来就不怎么样。跳舞的时候不要一直盯着地板看。没有练过跳舞吗？对，我觉得你基本功太欠缺。为什么你们一直拍子不对啊？是很难吗？刚刚说了之后还是错了，对，为什么？很难吗？啊，你们这样不行啊！我又不是教了只有两三遍这样，可能起码教了七八遍吧，为什么还不会？可能你们 A 班学过跳舞的人比较多，也有一定的基础，除了你。有基础的人要帮助没有基础的。这是我出道以来第一次当舞蹈导师，自己也是成为练习生然后再出道的，所以我就想把我自己当练习生的经验可以分享给他们，更好的帮助他们。